陈麦芳，你有饭碗是不是？没你活的。我要再理你，我就是王八蛋。哎呀，你们笑得怎么那么开心？我可以收过吧，你侧脸挺好看的。你收敛点。你就是来送我，对。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。下车的时候让别人帮你选，别逞强。你现在是在担心我的吧？走了。还有事儿？我跟你说过吧，你侧脸挺好看的。你收敛点。哥，我让是倒腾不开了。陈麦冬。你就是来送我，对吧？有什么区别吗？下车的时候让别人帮你选，别逞强。你现在是在担心我的吧？走了。还有事儿？我跟你说过吧，你侧脸挺好看的。你收敛点。哥，我让是倒腾不开了。陈麦冬。你就是来送我，对吧？有什么区别吗？
我要再理你，我就是王八蛋。哎呀，你们笑得怎么那么开心？我跟你说过吧，你侧脸挺好看的。你收敛点。你就是来送我，对吧？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。下车的时候让别人帮你选，别逞强。你现在是在担心我了吧？走了。还有事儿，我跟你说过吧，你侧脸挺好看的。你收敛点。你搁我这儿，倒腾不开了。陈麦冬，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这没事没事。你就是来送我的。对吧？有什么？下车的时候让别人帮你选，别逞强。你现在是在担心我了吧？走了。还有事儿？我跟你说过吧，你侧脸挺好看的。你收敛点。你搁我这儿，倒腾不开了。陈麦冬。你就是来送我的，对吧？有什么区别吗？